式开始了，还没入座的好朋友们，赶快找到位置，赶快坐下来哦。我们会进行有奖征答的活动，对吧？对，所以我们在一分钟之后呢，我们要进行有奖问答送奖品。哇，究竟要问什么呢？大家来好好想一下我们的问题哦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节目要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特别来有奖问答，因为今天的观众朋友相当的热情。对呀，有一些观众朋友好像也是从下午2点一直坐到现在的。对，而且我们的观众呢是从东南西北各地来。对，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有奖问答好不好？好。好。Peter 叔叔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？是的 ，Peter 叔叔要问，请问我们今天这个题目“爱在高美照亮港那个港区”，请问一下哦，我们所谓的“爱在高美”是什么地方？来，第一个高美湿地，第二个高美大学，第三个高美高中，第四个高美疗养院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要不要再重复一下？你的答案好复杂哦。对吗？对。哎，放心，我们观众朋友们是很厉害的。第一个高美湿地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是高美湿地，好不好？对，我绝对不会讲答案是高美湿地。好，我没有讲哦。好。好。第二个高美大学，第三个跟这个答案比较像，高美大学。好，谢谢。以你的智商会猜错是正常的。是。哦、我们 Lisa 非常漂亮，但是呢，哎，智商只有你猜错了，是的，好，来准备喽，好，来准备喽，我来数好了，是，来你来数，3、2、1，嘿，哪一位？这个弟弟说选他，对，那位弟弟选他，好，请问答案是，哇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太棒了，送你一个小礼物，哇哦，送你小礼物，小心哦，小心，谢谢，哦，好厉害，好聪明。高美湿地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地方。对啊，话说2个礼拜前我才来这个乌溪渔港呢。对，你去来乌溪渔港干嘛？哎，你知道这里乌溪渔港，你看假日都是人满为患，大家都吃进来吃好吃的海鲜，而且又新鲜。上次我是来追那个灯塔的。哦。大家知道乌溪渔港有一个灯塔吗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对不对？对，好。而且这个灯塔很特别，它是盖在一个大楼的顶上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乌溪渔港嘛，台中港它需要灯塔。对。可是呢，除了这个乌溪渔港之外，这周边还有一个地方很漂亮。高美湿地。对，它是全中部看夕阳最美的地方哦。真的？哎，那你那时候去捉那个招潮蟹吗？哦，那不止。现在呢，高美湿地呢，它有铺设一个很棒的往河堤、往海边的那个人行步道，对，你可以一直走那个步道，一直往海边去，哎，对，不是海边哦，是过了那个招潮蟹的地方，快要到海边了。在那边呢，除了欣赏美景之外呢，安全也要很重要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而且你知道，像我们这个爱骑脚踏车的人，是在高美湿地周边就有很多脚踏车步道，我真的觉得台中这边把这边的观光的设计的太好了。对，没有错，全家大小都适合来。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题目，把它在那个高美湿地那边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一下哦。请问，就是待会我们要问的题目，就是在刚刚你所讲的那个题目里面。哦 ，OK， 好，请问，请问，我们这个台中港有一个在大楼上面的塔叫什么塔？第一个灯塔，第二个水塔，第三个电塔，来哪一个？来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来准备了。我来说，是一二三。哎，小朋友好踊跃哦。哎。哪一位？哪位？我看一下啊，哦，我们那个妹妹好了。好，那位妹妹是什么？很像您。水塔？水塔吗？灯塔。恭喜你，来。妹妹，你的牙齿好特别哦。灯塔哦，真的很棒。你看现在
夕阳余晖了，你看应该又是一个快要到欣赏那个夕阳的地方。大家有没有去过高美湿地？有去过的举一下手。哦，大家有没有走那个步道靠近海边那边？对，很浪漫。对啊，真的是非常棒。对，走在那边又像恋爱般的感觉，不想嫁人的马上就嫁了。你也有去过吗？有，所以我去那边。我不是跟你去的。谁要跟你去？开玩笑的。对，你是跟隔壁的老王啊。不过今天来到这边，真的感受很多欢乐的气息。你看，我们对面那个贩卖区人群不断。因为呢，这边卖的鱼菜海鲜类非常非常新鲜、美味、好吃。那我又要出一个题目了。好。好，这次换我出。请问我们乌溪渔港呢卖的什么产类最多？第一个是肉产，第二个是水产，第三个什么产？副产。来，哪一个？来，手放下。好，这些题目真的来，一二三。哦，塞，哎，那后面有一个把小孩子拿来砸的吗？有抱起来的那个弟弟吗？对，那位黄色小鸭的那个姐姐。来，五号的帽子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你。谢谢你啊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产。对，我们乌溪渔港卖的最多是水产还是山产？恭喜你答对了，恭喜恭喜。来领礼物。对，要吃全台湾最新鲜的鱼产啊，水产就在我们的乌溪渔港哦，非常的棒。是的是的。 OK， 谢谢。好，我们再问一题之后呢，我们整个活动就要开始了。谢谢，好不好？ 好，我们再问一题，再问一题。来，请问一下，我们主办这一次活动最重要的单位是哪一个单位？是台中市政府的什么局？哇，这会不会太难啊？哎，我先做提示。好，第一个环保局。哦，环保局。第二个卫生局。卫生局。第三个消防局。消防局。第四个观光旅游局。好，来准备了，手先放下，来，一二三。好，那位帅哥好了，穿灰衣服，长得跟我蛮像的那位。对，就是那位。对，就是你，年纪跟我差不多的那位。好，观光旅游局，对不对？哇，很抱歉。你确定吗？观光旅游局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确定。非常抱歉，你答对了，恭喜你！麦克昂黑鸡啊，你刚刚吓到了。哎呦，来，来，恭喜答对了，恭喜你，答对了，谢谢。好，对，我们要感谢观光旅游局举办了这么棒的活动哦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欢乐的聚在一起。那我们嘉宾说的好朋友，我们在十秒钟之后，整个活动正式开始。103年双十国庆烟火，爱在高美照亮港区，活动正式开始。亲爱的嘉宾，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主持人，我是 Peter。 我是 Lisa， 好高兴哦。是啊，而且今天有这么多很棒的节目表演，而且下午真的大家都看大家玩得很开心。对，没有错，因为代表着我们这个地区的朋友们的热情。但是Peter 哥，你知道听说晚上的节目更精彩呢。对，不同特色，而且我们会请到名歌手、名歌星。今天有歌星来到我们活动现场，很漂亮。真的跟我一样吗？你谢谢再联络。好，谢谢。她是漂亮，你是美，不同的风格。谢谢，你看，果然主持人就是很会说话。我们今天呢，请到一位超级巨星黄思婷小姐要来到我们活动现场。对，待会呢，她待会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唱。她是我的偶像。是啊，她也是我的偶像。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听她的音乐，整个心情就豁然开朗。对，好棒哦。